有专业老师指导，柯文哲很认份的又唱又跳，毕竟月底个人演唱会要售票，彩排花絮也先让粉丝瞧瞧。但正当他忙得不可开交，曾因并购说不敢通话的郭董首度打破沉默。我绝对没有从我口中说出并购说并购两个字。访美回来后，有网媒指出啦，就是说你可能会跟柯P会有合体的状况，可是你有什么看法？谢谢，我先进入这边，谢谢。好问题。郭柯配成型，一句话说尽心底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一旦议会请意，马不停蹄，蓝营立委参选人也陪同出席。也招了很多有国民党的，有无党的，还有很多议员他们有时候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一一都记录下来了。只是眼下靠拢白银，不仅郭台铭，国民党主席也很积极。像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就说，自己听到的消息是总统登记前的11月20号前，蓝白只会推出一组人出来选，甚至强调两党有热线。